们听到全场的欢呼声，就知道王一涵今天的表现有多么的出色。在上一站嘉兴站的比赛当中，王一涵说他自己非常的紧张，但是我们完全看不出来，直到这一站成都站，我觉得他滑的完全是放开自我了。他的动作 GOE 全部都非常的可观，也是源自于他自己动作的标准以及流畅度都很够。开场的 LUDS 三周接 TOLOOP 三周，周数非常好， LUDS 的用刃也相当的标准。 XR 两周跳进的厌世转，难度姿态的变化，最后一个跳远，飞利浦三周没有任何问题。